阿星，阿星，哎，小军，你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哪里啊？在上面。哇，阿星，你怎么跑上去了？你在上面做什么？小心点啊，你是组织你上去的吗？对。哇，你看你，慢一点。我看你，阿星，你看你站这里不要动。怎么了？你看你在上面干嘛？这么多。这个没事的，这个在上面烧好吗？今天我不是说过吗？不要带东西了，我不要。没事，我有点心意。你每次都说心意，你这个心意每次都说的太多了，真的是。没事，这个邻居有没有在家的？我们一起去排一下。他们应该没有人在家，什么东西还需要排呀？这个是脏东西用的，脏东西啊？对，真的不可以用。小军，你把它推了，或者拿给家里人吧。阿西，我买了，你就收下吧。这个没事，既然我想给你的，我什么东西我都会给你的。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会摘给你的。这背的是什么？这个就拿来背这个。这可以背吗？可以的。这怎么背啊？你这个。
姐。哎呀，当当当当。做饭我就把这个菜剪进去。
吃那个就够了吧。把你这个留着给小朋友吃吧，慢慢吃。放好了吗？那这个火我就不烧了。对，不用烧了，我里面加了水了。哦，那行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呀。你做什么挺好，应该都坏了。好好。阿信吃什么？这个荞麦包做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了，这个还真甜。哇，这腊肉看起来。这腊肉好吃，阿信。阿信，把这个腊肉带回去吃吧。刚刚你没事没事，阿信，你听我说，这个腊肉还是留给小朋友吃，我家里面不做饭的。没有，家里还有呢，家里还有。阿姨好。啊？阿信在家吗？阿姨好像是阿姨好。阿信在不在家？回来啥子时候？这么多水啊。谢谢。
弄吧，还是酸菜鱼啊，对呀，行行香哦。